福利后会成立以来，伫专管啊已经办了八十场左右的福利的女力讲堂。咱的东部主办的部分，嘛伫咱的问政说明会，伫咱的专宜兰馆包括咱的罗东，今日是咱罗东的第一场。未来咱第二场当中是伫十月初七港站这个时间。我想伫遮足济关心咱民主进步党的所有乡亲，会当利用这个甲各位面对面的机会，来听出咱未来咱的馆长、咱的镇长、咱的议员会当为咱做啥物。伫这个进前八十场的所有的讲堂内底，我常接听到就是讲罗东负责吼，负责第一名。我收拄啊，咱的议员、咱的镇长嘛有讲着，我大概听到罗东负责无见识，我听到实在是足感觉足委屈、足艰苦的啦吼。虽然无功劳吼，嘛是讲有苦劳。八年的时间，拄啊，咱的来源的迄个看板各位看吼，真正是咱的金家宝吼。安尼金家宝生金家卵，后来会当互咱。目前营养午餐免费，做各种的贡献吼，但是为着选举伊会当讲啥物拢无做，林聪贤啥物拢无做。我想这种乌白讲颠倒是非的人，我感觉足艰苦，我袂晓去形容，大家拢会当藏伫心内底讲，伊奈安尼讲吼。我嘛足感谢咱的代表，咱的里长会当为咱的不管子孙也好，会当来甲伊请教来甲伊问。我顶个听到嘉伦吼，伫即阵即个部分吼，我嘛感觉讲，来做一个镇长吼，